各位同學，咁咧，我而家仲想咧係討論多一啲 exponential function 嘅 graph， 佢個圖係點樣嘅咧？咁咧就去比較下兩個 graph 啦。第一個咧就係 y 等於咧係二嘅 x 次。咁第二個咧好特別嘅咧就係同二有關嘅喎，就係咧佢嘅 reciprocal 倒數啊，就係二分一嘅 x 次。咁呢個好似孖生子兄妹咁樣嘅，有二就有二分一，有三就有三分一咁樣。睇下個圖係點樣嘅咧？咁好啦，我哋將佢熟悉啲。嗱，我哋咧同樣地都係畫翻一個表啦，好快脆咁畫翻個表啦。OK， 好啦。咁呢個有 y 一啦，一個 y 二啦。OK， 咁 x 咧仍然係負一 ，sorry 負二係負一，然後咧就零一。二三咁多點就夠啦。咁咧就第一個 function 係 y 一，咁頭先都見過啦。x 係零，而個零次就係一、二、四、八。呢度就二分一，呢度就四分一。好啦，咁 y 二就點啦？咁研究下咯喎。如果 x 係零咧，二分一嘅零次都係一，但係二分一嘅一次咧就係二分一，二分一嘅二次咧，二分一嘅二次喎 ，x 係二喎，就係四分一。二分一嘅三次咧 ，sorry， 二分一嘅三次咧就係八分一，好啦。咁如果係二分一嘅負一次係幾多啊？負一你係咪調轉咗個分數啊？就係二嚟嘅咯噃。咁啦，咁然後呢度二分一嘅負二次，咁即係話咧係二嘅二次，咁啊叫係四嚟嘅。好，四嚟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咧。畫幅圖嚟睇睇啦，縮細咗佢先，然後咧簡單地畫咗嗰個 graph， 望下個樣就得噶啦。OK， 好嗱，咁咧就 y 等於二嘅 x 咧，頭先我哋見過啦，大家就咁嘅圖啦，我哋就唔再重新畫啦。OK， 好呢個就係 y 等於二嘅 x 次。好，咁我哋咧就試下轉第二種顏色咯。OK， 好。OK， 好啦，咁就 y 二啦 ，y 二咧就係 x 係負一咧。它就是二喎 ，OK， 喺上邊二 ，x 係負二咧，佢就係四喎 ，OK， 上邊四喎，咁然後 x 係零，佢就係一啦，然後 x 係一，佢就變咗二分一，然後就四分一一路跌緊落嚟喎，你覺得個趨勢係點咧？係咪好似咧咁樣跌落嚟咁啊？呢個咧就係 y 等於咧係二分一嘅 x 次。嗱咁我哋咧就發現到一樣嘢咧，佢勾出啱啱一個image 咁啊，係咪啊？反轉咗嘅 image 咁樣，反轉咗嘅 image 咁樣嚇。咁咧，我哋呢個叫做咧係 reflective symmetry。好，我再寫呢個嚇 reflective symmetry 反射嘅對稱。反射的對稱 ，OK， 好啦，咁咧就係 y 等於二 x 同埋 y 等於二分一 x， 咁就反射對稱。咁咧大家可以咧推而廣之咯。咁有冇其他例子係反射對稱嘅咧？有噶，例如咧係 y 等於係三嘅 x 次啦，同埋 y 等於咧係三分一嘅 x 次啦。咁呢啲咧都係一個孖生兄弟咁樣反射對稱嘅 ，OK。